啊，相信因果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善恶不能抵消。我造了很多错事，现在多做一点好事就弥补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善事、善因决定是善报，恶因决定是恶报。啊，到底善报在前是恶报在前，那是缘分不一样。啊，所以只要有因，因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啊，如果我们遇到善缘，我们的善因先报，先现前。啊，善因报完之后，可能遇到恶缘，我的恶因就又现前。所以果报这桩事情，佛说得好，总在遇缘不同。那我们多行善事，就是多制造善缘，好啊。我们没有恶念，就是我们把恶缘给它退后了，延后了。永远没有恶念，你就永远不会有恶报。念头要紧啊，现在科学家都知道了。啊，看什么样人，做什么样坏事，我们都不要起恶念。啊，要原谅他。就像佛在经上所说的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，孰无怪也？你别怪他。为什么？没人教他。